各位玩家大家好，欢迎来到信长的世界，我是老郭。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种菜的故事，不是啦，不是种菜的故事。很久以前呢，信长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东西叫做支行。支行就是每一个角色啊，你可以去安排你要从事的一个所谓的副职业啊，也不是副职业啦，就像是我们在搞一个农园啊，或者是矿场啊，你可以选择你要开矿，或者是种田，或者是畜牧，或者是林业，然后它会有一些任务让你去解，然后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盖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那你盖了什么样的田，什么样的等级，你就可以设定它生产什么东西。那以前的支行呢，是一个可以交易，然后可以发财的地方啊。你可能有一个高阶的矿山啊，或者是高阶的林业啊，就可以生产出很多比较稀少的材料，那可以用于做装备啊，或者是用来这个洗药物啊等等，或者是升官发财等等啊。那后来这个支行啊，因为被垄断在特定的一些玩家手里面哦，就有一点影响，变成什么？他成长的不容易啊，变成一开始有玩的人就会比较偏向市场的独占这样子啊，就很多玩家没有玩的就来不及了，就变成对某些玩家来讲就比较吃亏啊。然后以前的话哈，还会有这个所谓的各地的物品的价值市场，你们看到啊、以前会有人去操控支行市场啊，支行的产物是会有买卖的哈，类似这样子的哈，比如说你可以去买卖这样子，你看现在没有人在操作这个东西哦，以前是有哦，以前是有支行产物在交易的时候是可以去把市场上的支行产物给买断，然后它价格就会涨。那现在这个应该比较少人在玩了。那我们来讲到说，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支行这个东西？有，它转做一个叫价业了。然后它之前有做过一个整合，就是它把你的手上所有的支行产物，我们那时候囤很多嘛，我们所以是玩物价操作的，那时候我们囤很多啊，后来他直接就帮你改掉了、改掉之后怎么办呢？改掉他就帮你换成点数，有没有看到？好，那破天之章之前的材料你也可以拿来换点数，交出执行品、如果你的仓库里面有执行产物也可以拿来这边、然后他帮你换成支行点数，就是以前的那个支行点数。现在新进来玩家可能没有这个东西啊。那支行点数可以换换你要的一些材料啊，上界的材料这样子。看到这个材料。那以前很多材料是采不到的啊，以前材料没有那么多了。以前有些材料是不是用采的啊，它是用支行生产的这样子。它现在变成用采的哈，然后再来它有一个大改革，就是以前的那个生产哈，生产就是装备生产，我现在讲的不是支行哦，是角色的装备生产哈，是绑职业的，也就是说这个价业啊。刚刚之前讲完了、现在变成价业了，然后价业是把生产给包进来的、以前我们的角每只角色除了打怪玩游戏之外，它有几个大系统，一个就是比如说你独立的支行生产跟培育、这是一个独立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本身的角色的采集跟装备生产，包含做石头啊、入魂啊、做装备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你本身角色在打怪打王什么，这些。那因为装备的这一块它还包含了入魂跟锻炼，还有入石头，
鹿屎桶，还有鹿宝玉这样子。那生产的时候啊，你要有材料。那这个材料呢，以前是稀有的部分，可能要从知行或者是去买这样子，大会掉落啊或什么的。可是现在转成嫁业的时候啊，它就是变成用采集的就可以了，用采集就可以采到了。那以前职业有绑所谓的采集，也就是说你采集要采集哪些材料，你可能就要绑你的角色。那比如说我们阴阳师，就是只能做这个阴阳师相关的这个生产，装备生产这样子，装备制作这样子。那你采集也是跟装备制作有一定的关系。那它职业跟职业之间呢，有些会重叠，有些材料会重叠，这样才方便交流嘛。也就是说，有些材料你可能药师采不到，可是药师会用到，然后他就会找阴阳师去采，因为阴阳师采得到。好，那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职业，也就是说忍者。忍者他可以所有的材料都采得到，可是所谓的上位材料，也就是说稀有材料，忍者是采不到的。哦，你懂我的意思吗？譬如说，如果材料有分等级一二三四这样子，那如果你一般的话，你一般的角色，依据你的采集的技能，你可能从一到三，或者是我阴阳师我可以采到四，那可能四第四级的材料，高阶材料，我可以可能采100次出一两个三个这样子。那忍者的话呢，他最多就是出到第三级，第四级材料永远采不到，所以变成说以前是卡控这样，变成他逼你一定要去玩其他的角色这样子。可是，在知行被拔掉之后，换成家业啊，他连同这个装备跟采集全部都废掉了，重新再来，重新再来是什么？也就是说不绑角色了，不绑角色了。也就是说，我每个角色我可以绑两个技能，这个技能呢，他把做装备跟采集分开，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技能，就是你的副技能、副职业了。我是阴阳师，可是我也可以锻造，我也可以采其他的东西，这样子。那你这采集跟做装备会绑在你的嫁业上面。那这个嫁业呢，我们来看一下嫁业呢，嫁业讯息，你可以看到说我可以绑两个。你们看到，我现在叫做红博士，然后又是炎魔师。那炎魔师呢？嫁业讯息，好，依据你的等级的不同，你可以安装这些特殊的技能，特殊的技能，这个是用在什么？用在奥义的时候，用在奥义。那潜在呢，就是告诉你，以前你的嫁业啊，你的嫁业，这个还要点，看你要选哪一个，可是现在没有了，全给你，就是你到那个等级。他就给你这三个条件，以前不是哦，以前是你只能选一个，而且选的不能改。好，那你看这里现在没有，全送你了，弄上你了，弄上你。可是这两个呢，冯博士可以干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生产啊，刚刚这潜在啊，生产，来看这里，冯博士就是做这些东西，有没有看到？做项链、做发饰、做头的工艺。那什么叫性能装备？性能装备就是你这个装备是一个标准装备，标准装备，标配。也就是说，你用这些材料去做出一件衣服，这是标配。那当然，这个数据会跳哈，数据会跳，会有好跟坏这样子。好，那这是可以穿的角色。那如果特殊能力，它会写在这边。好，那什么叫做改装？改装呢？改装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做。它的材料有很多是来自于大迷宫雕的，或者是拆东西雕的。所以不是采集拿得到的哦，这有的不是采集拿得到的。好，
有的不是生产跟采集，像这个，这个就是生产跟采集拿到的。但是这个呢，龙隐门神水呢，这个可能就要去解任务，你要去龙隐门打，好，比如开箱啊、打怪啊，它会掉，好，那就可以做这一件。我印象中好像可以预览的啊。好了，没关系啦。啊 ，Tap 啊 ，Tap， 我记得以前可以预览哈，好像没有。好，没关系。好，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件叫做“团散赴路草衣”啊哈。那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数值？防御力一，耐久度一。好，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先做一件所谓的基本的装备啊，哈，就基本的装备，然后再做一件外观，再做一件外观，好把它套上去，好，套上去在哪里？在这里啊，在这边。融合这一次吧，好，装备融合，好，装备融合。好，有没有看到武器、头、衣服？好，好，就可以把它融合过去。譬如说，我有一把腰刀，我要把它变成飞行杖。有没有看到飞行杖？它的攻击是一，因为它可以套在这上面。好，比如说前腰刀，把它拆下来。比如说这个霸刀，好，然后配合外观，好是哪一个？哎，它那个不能配好，好，这个有东西不能配了哈。好，名家式腰刀，啊没有了，身上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配，没关系，等一下有空再来用了哈。我们先跟大家讲家业哈。那家业的话呢，你身上可以装两个家业，它会跟你做装备跟采集有关。好。那怎么换？你可以选两个。那怎么换？在这里家业商啊，家业商在每个组成都有哈。安土我不知道有没有。来这里，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学习。好，譬如说你身上没有家业，你可以学习。那我身上已经有家业了，我可以变更。好，我可以变更。好，譬如说我现在这次家业，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先去做采集。采集给大家看，那在这边你注意看，这边右边右边右边，你有看到？啊、哦，譬如说伐木工匠，哦对了，那个换家业是很贵的。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在这边，你看右下角这边哈，伐木工匠，他会告诉你哈，可以收集生产材料。也可以做长柄类的材料，也就是说，采集它本身还有布袋，可以做一些装备的部分材料或装备这样子哈。你们看到长柄类的材料，好，然后像这个可以采集植物系，可以生产药，好。然后这个呢是以前叫做阴阳师的啦哈，采集工匠，可以生产材料，好，采集工匠，然后再一个采矿。一个采矿，然后刀匠，啊，这个就是生产，他告诉你他可以做什么职业的装备，啊，比如说武士、琴棋的装备，暗器他可以做腰刀，也就是说你今天阴阳师要做要安腰刀，你就要有暗器匠，啊，就这个，然后短剑，啊，手里剑，啊，棍棒，啊，棍棒，锡杖，啊，锡杖，棒杖，还有稍微。把它重新整合，以前不是这样子啊。来，枪炮、好子弹、好装备，有没有看到四装备啊？它有的是可以做部分材料，所以变成说，以前是要拜托别的角色去买，卖给你，或者是别的玩家卖给你，或者是到市集去找，或者是开另外一只角色去做。然后再用交换场交换给自己，或者是角色交换给自己。
工匠，你看到工匠，长柄匠就是长刀啊，长刀枪，剧组，剧组就是铠甲，铠甲，然后五服，就是药跟针的衣服啊，头装备，青铠，你看青铠，忍者还可以做鞋子，素鸡，锻炼装备品，茶器，盔饰、耳饰，这个我以前没看过，然后医生，你有看到强壮药、恢复药，然后你有看到这里这个采药师，其实它也可以生产部分的药，这两个就是有一点应该不一样，然后这以前没看过了，家具工匠，然后家具工匠还可以做什么？行囊、包包啦，包包就是你的包包。好，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来换一下职业啊，嫁业，我们还是缝补的，我们换成采集工匠好不好？采集工匠，有看到2100贯啊，哎，几呀？好，然后再变更一下哈。采集，我已经70几了。研磨师，好，研磨师，要换成什么呢？把它换成伐木工匠啊，伐木的。哇，2110哈。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价业哈。哎，我们伐木是一等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呢，我以前有采集的时候啊，我的等级把它升到70了。那我伐木工匠没有在这一支安装过，好，所以变成它的等级是一。那等级是一就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刚刚讲的潜在你的嫁业的潜在的条件，好，那你要怎么办？当然就是要让它升级啊，哈，让它去升级这样。那怎么升级呢？两个方式啊，一个就是去做生产的动作，好，做生产的动作，那一个就是做采集的动作，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方式，吃道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嫁业奥义之书啊，好，嫁业奥义之书怎么得来呢？就是开宝箱啊，好，开一些活动箱子，或者是活动的时候会送，那你就去吃，好，去吃，吃吃吃吃吃。吃，好，就这样吃，要选择给他，好，这样子，你们看到，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嫁业的潜在，好，伐木，好，就是他会有这些能力啊，这些能力，那这个可以设定啊，比如说两个粉碎，这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奥义要用。奥义要用的，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啊。好，来，那我们就出去外面采哈。采集必须要在野外采，好，野外采。然后针对你的角色的安装采集的不同，采的位置也不同。那你说我现在这个采一采，我要采矿怎么办？还再去换价业，可是你要花2110贯。那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有常在采集的，以前有采集地图，好，那你说安图的野外能不能采？听说也可以采，那我们现在试一下采集的方式，以前采集都自动的，我们把技能打开来，把家业打开来采集，它有两个，一个叫做奥义采集，一个叫正常采集，我们先找到采集的位置啊，采集奥义，是不是采集奥义？原来是我，好，六好了，采集。好，
好，然后七伐木，伐木，伐木，伐木。哎，然后另外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家业，家业采集，伐木嘛，材料采集啊。输入设定，材料采集，好，六七八 ，F 六 F 七 F 八，好来。采集怎么采？就是你要找到能够采的地方哈、哦，比如说像这样子，是 F 七，哎、欸、，F 七是什么？输入 F 七、F 八、F 七、F 八，好 ，F 七没有。F 八没有哈、哦、，F 七没有 ，F 八没有啊、哦，这样找啊 ，F 七 ，F 七没有 ，F 八也没有，我记得这附近有哎、欸。好，有了 F 7有了啊、哦。那来跟大家讲一下 F 7我装了什么？我们就是采集，对不对？在这边采集，对不对？伐木，好、哦，伐木。那我会建议大家在地图上哈、哦，你把它做一个标注、标记啊，比如说标记木，好、哦、这样子，然后给它一个颜色好了。好木，看到木，好这样子，然后 F 七，然后伐木的话，它可以直接设定次数，以前是要一个一个按哈，现在不用，直接设定，就直接帮它采了。我们看到得到经验值，啊，得到经验值。那刚刚讲的这个奥义呢，可不可以用？其实奥义，它不让我直接用了啊。没关系，我们直接用这个奥义就可以了，因为奥义有这个次数限制，好，奥义有次数限制。来，奥义的话呢，就是说，你根据你装的技能，哈，它这边会出现你可以用的次数，或者是行动力。那它这边的话，就是让你去挖材料。它会有加成的条件，那这个挖呢是等于说它是给你加成的游戏，也就是说我可能要挖到，比如说这样挖，哦，看有没有挖到好的，哦，哎，挖到一个大包的，然后可能，这个不能用了啦，哦，行动力不是，我们用次数，一个，它都没有大的，哦，好。然后结果显示，好，他就给你比较好的东西，好，给你比较好的东西，对。但是奥义有次数限制，哈，奥义有次数限制，采集，好，奥义。这没有关系的，他这个奥义能力就是你装了要装才有用，没有装就没有用，好，没关系，用。反正他奥义，他每天他会刷，他会更新的、啊、哈，你能够用的次数有限这样子。那你装你比较高等级的时候，你可以装比较好的话，他就是可以给你哦更好容易找到好的东西的技能了、啊、哈。啊，四十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奥义，奥义哈，正赛季，你看到三次哈，你看到三次，他每天给你三次啊哈，也不是每天呐、啊，他八小时啊，哦，八小时，八小时给你三次哈，所有都一样哈，所有奥义都是一样啊，所以你如果你经常有在采集的话，一天可以用奥义三次，那每次是三个。奥义每八小时给你使用三次啊。那采集的这个游戏哈，跟生产的游戏是不一样的哈。生产游戏是玩猪猪哈，等一下有机会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哈。好，哎、欸，挖到好的哈，不错。好的，来挖完了哈，好。结果显示有没有好东西啊？好，然后如果说我们不要用这样踩很慢，那奥也用完了，我们就用这样子踩就好了哈。把伐木设成快捷键哈，伐木设成快捷键，然后去处理。那目前是这样啊，采集次数有周间最高次数限制，也就是说，其实你一直踩一直踩，它有一个次数限制哈。最高我是忘记多少了，可是。超过那个次数你就再也采不到东西了，那是后来改革的。然后像它这个采集的话有两个关键的数字，一个就是你的包包的空间要够，你的包包空间要够，然后它是可以设自动放弃的，比如说我设定木材确定，好，那我先把它放弃。因为这种杂物太多哈，好，再踩，我看会自动丢弃哈，有放弃吗？看一下，哎，没放弃啊，那为什么？设定确认啊，啊为什么没有放弃？自动放弃，放弃确认。哦，哎呀，可是他没有自动放弃啊。不管了、啊，好、哦，就这样子啊，我是不知道怎么设，为什么不会自动放弃、啊，真是奇怪啊。好、哦，那这个采伐呢，它是跟你的气有关系。好、哦，那早期的话呢，他们会找一个绳子啊，在旁边帮你补气。那袋子满了怎么办？袋子满了怎么办？你看他没有丢啊，不会用哦。我设定了、啊，不知道为什么不会丢，真是奇怪、啊。好，没关系哈，我们把字把自己把它丢一丢啊，哈，自己把它丢一丢。丢的时候不要丢太快啊。好，那再值钱的就是这一部分哈，今天就这一部分。那如果你身上有这个空间的话了哈，预藏班哦，可以存材料嘛，你就可以把这些值钱的全部存起来了，上阴材啊什么的，啊不值钱就把它丢掉了哈。嗯，好，那这些先这样子啊哈。有些东西是上级材料、上硬材、上什么什么的，啊，这个把它丢掉好了，这个都没有用。这些东军智将的法器啊，这些都没有用了、啊。其实这个都是打那个，那叫什么？好，这样子哈，
这个是打那个五大堂拿到的东西啊，其实这是没有用的，把它丢掉好了。那你说这个柴坯宿竹哈，这个是家具哈，采集有时候会采到家具，也就是说你的那个房子里面可能要放树啊，哈，这个就可以用。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木头采房，那我还装了一个阴阳师的，阴阳师在哪里？哦，就要找哈，阴阳师 F8，在这里吗？没有。这里吗？我记得某个地方有哈，找，嗯，跑，它有些采集的位置可能会有变动，那你可能稍微自己要找一下，像这个，哎 ，F8有没有？啊，没有，有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找呢？因为他那个，你们看到这里有了哈，这个就是阴阳师的了哈，阴阳师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综合采集啊，哈，综合采集，那个采集，这个，哦，这个采集，综合采集。那一样，我们先用奥义采集，好，先用奥义采集。好，那你可以能力啊，能力那边就可以装，好，因为我等级够嘛，我就会出现，好，比如说这个比较几率比较高啊，啊，这可以成果打两倍啊，然后这可以随便采四个啊，啊，采比较多的啊，啊，然后。随便挑啊，啊，随便挑，啊，你看啊，它的采集量会好一点啊，结果显示，啊，就会东西比较好哈，哎，比较多，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地图这边，好，比如说这个绿色有写嘛，那个木嘛，那我们这边写标记，我们就写。种，好，哦，铺啦，铺好了，铺啦哈，铺，哦，那这样找哈，哦，啊，你说那只有这个地方有吗？其实还有地方有，我们先这里先踩一下哈 ，F 二。啊，因为我已经等级很高了哈，我等级已经很高了，所以他不会那个哈，他不会有经验值哈。好，他我已经这个价也已经到70了，袋子满了哈。整理，放弃。啊，记得有些东西是给多采没有用的啦，好像这个都没有用。好像有的是药草啊。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的仓库有一定的空间，哦，你就直接把它囤起来，哦，就把它囤起来。那你能，好，哦，像我这样子的，好，哦，好，哦，像这样子。那如果你要丢掉也是可以哈。那如果说你附近，譬如说有可以卖的，你也可以把它卖掉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身上的杂物太多，那你可能觉得它你也舍不得把它丢掉哈。来看这附近有时候会有茶馆的哈，有的时候会跑回城里啊。可是如果你舍不得丢，你想要把它卖掉哈，你可以附近找个。茶馆哈，来看一下，来找个茶馆，那你就可以把身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把它卖掉哈，卖掉，好，这个就可以卖掉。
除了丢掉之外，还可以卖掉哈，卖钱哈。那你要挂四师卖也可以哈。那如果你今天懒得挂哈，就直接把它卖掉哈，卖掉哈，也是可以啊哈。然后像如果有空的话呢，你就是可以，譬如说带着你的角色啊，身上挂个架叶啊，哈，然后到各个地方去做一个采集的记录哈。那以前有地图啦，我印象中好像还可以用，可是很多新的地方哈，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去采，你不见得会有用啊，哈。嗯，其实它的地形都是有关系的哦。像树木的话，可能就是一般采集哈。然后像这个啊，这个也是一般采集哈，就是普通的。像这个，好像以前牛黄在这边采吧？有没有看到？好，十个。好，以前在这边采这个什么消炭棉花。那你的地图你就把它弄起来，好，这样弄起来。那当然，你说只能在那古野采吗？没有，哈、哦，没有，不一定哦，哦，你要自己去找哈、哦。它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地图，它都可能有相关可以采集的点。那有的，譬如说像我们这个。牛黄，当然你可以拉电的哈，你也可以拉电哈，跟大家讲，你可以拉电，不一定要采哦。那像有些材料啊，以前我们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哈，或者是有些材料是店里面没有的哈，可是现在几乎整合之后，店里面都有了啦，大部分店里面都有了，除了上级材料哈，除了上级材料。像我们这个奥义啊，奥义里面的上级材料可能就没有了。不是啊，奥义啊，用完了吗？没有吧，采集奥义。采集奥义。哎、欸，真惨！采集工匠，生产奥哦，这是生产奥义不是？啊，采集奥义还有，来豪快，然后两倍，开。都没开到红的，好，像这些什么上黑漆啊、上啊、什么涌泉清水啊，这些是店里面没有的了，店里面没有的。那像这些什么水啊、皮革啊，这些其实店里面都有啊，哈。哦，这个就不需要了哈，什么水啊。棉花也不需要了，棉花拉电也有啊，哈。但是它可以设自动丢，为什么没有自动丢？很奇怪啊，有空再研究。这个可能会有玩家有设定成功的，我设了啊，可是它没有反应啊。好，没关系，基本上我们保留就是上的部分，好，上的部分，然后再来还有哪里哦？野外有一些怪啊，有些树会有，有些树会有。那像这种竹林的哈，大部分都是跟木头有关的。那普通采集的话，就是竹子会有，单棵竹子，还有一些树会有。那有可能有些是重叠的哈，有些是重叠。来 F8 这个 F8 有没有？好，没有，你看这个就没有了哈。所以变成说你要到处跑啊，跑跑跑跑跑，
然后按一下这样子，然后踩的东西也会不大一样。好，那我印象中这边好像还有 F8 啦，有没有看到？好，就有了。然后它这边是以前都剪这个产剪壳啊，好，它构成会不大一样。然后采集倒影，好，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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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啊、又满了啊！我不适合用这一支来开啊，因为这一支的仓库比较满啊，哈，仓库比较满。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啊、如果你今天装的技能是以生产为主的时候，你又发现你的等级很低，好，那价业等级很低，那怎么办？那就是洗装备，好，就是洗装备。然后再开一个给大家看，哈，然后先把这个存起来，哈。这个上的部分，就上比较值钱啊。然后有一些也是可以的，可是我不知道存不存得进去，有些存不进去哦。以前碳很值钱，那蝙蝠的粪这个是给药师用的。好，来，我们回去哈，采集就是这样子。那矿山的话，你就装矿啊，好、哦；采药的话，你就采。哎、欸，等下我刚刚有没有记地图啊？记一下地图哦。刚这里对不对？啊、哦，对，这里。嘿，十个哈、哦。虎斑虫粉也是药师用的哈、哦，做药用的。有没有铺？哦，好，射了。铺射，好。就回去哈，当然地图这么大，它一定肯定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采集的啦，哈，其他地方可以去采集的。我印象中这个是木哎、欸，对不起，没有，哎呀，去找啊，幸好还记得基本的哈，但是要花时间去找，然后。以前有采集地图，可是我印象中有些采集地图的点它已经有改掉了，所以实际上去测，好，实际上去测。那你说安土外面有没有？安土外面有，哦，安土外面有，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测了哈。好，不然呢，大家去看一下好了哈，大家去看一下安土那边怎么去哈。哎，因为你装了两个采集的了，可以，应该可以哈。那我们去安土，我听人家说有啦哈，那没关系，我们就过去哈。天，安土的采集在哪里？在这里啊，快出去城外。那你要记得怎么出去就怎么进来哈，安土郊外哈。这里，你如果在进城就找这个驻扎兵队长。就可以回安土了哈，不是去那个城啊哈，不是去那个城，哦，这个是废城，不是去这个城，在这边哈，我们给它标一个红色的好了，哦，那这一张地图我听人家讲啊是有啦哈，是有，那可能就要实测了哈，比如说 F7 啊 F8 啊，哦，都没有。有没有水啊？我记得水边有啊，大石头边哦，会比较常遇到那个 F7 没有，大石头边比较容易遇到那个水边 F8 有没有？哦，这边就是以前营里的地方嘛，营里的地方啊，哦，营里的地方啊，
哎呦，对不起。没有没有，啊，一些小朋友的时代在这边打，然后有些地方可以采集啊，啊，你要去跑啊，去试啊，人家不打我耶。太懒了哈，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是听人家说有啦，所以我就好了，自己试试好了。问到了，往这边拉一圈我就问到了。叮叮叮叮叮，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啊，那河边好像有。啊，先回去好了，先回去好了，真是糟的糕嘞！我记得好像石头边采药是有的啦，那至于木头我就不大知道了。然后铁还能不能采就不知道了。那采的地点会不会跟你等级有关？会跟家业等级有关，跟你玩家等级无关。然后不同的点可能会采到不同的材料，就算是同一种采集哦，就算是同样的采集，不同的位置采到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这个东西可能，哎，有了，这里有木头了哈，木头了，好，来，我们这边地图给它设一下，好，设一下，好，这个标记啊，比如说，哎，木，好，木，给它一个蓝色，好，对不起，好，木。哎，我发现这边东西比较少哎，不建议来按图采哈，但好像上位材料采不到哈，还是因为我角色的关系啊，啊，角色等级低也有，家业等级低也有，嗯，这个东西就要有一个 有一个可以比对的会好一点。没有啊，哦，没有，什么都没有哦。以前这边就是小朋友常来的地方，哎，有没有？这里可能有。哦，有很多地方你要去试啊，哦，你要去试，像这样试，你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好，看到这些盗匪啊，我就觉得很紧张啊。现在他已经不会追我了，晚光这边搞这个混蛋。啊，不找了哈，像类似这样子去找，烦死了。我还是回我的纳古野找啊。啊，就野外游了，我知道野外游，那大家可以试试看看。来，我们现在做个东西哈，回去哈，回去按特做。那你说在这边可以做吗？可以，好，在这边也可以做哈，这边有
可以做的地方哈。那你要记得生产装备哈，它有几种东西，有的是要靠道具，有的不用靠道具，有的要靠设备，有的不用靠设备。好像这样子，家业生产哈，生产。比如说你要生产什么东西，比如说这里材料，我觉得我要生产牙签，我就要煮。那这样直接就生产了，用个蜡烛，牙签就有了。那还有经验值。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做高级一点的，你可能就需要更好的材料。好，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扫，我做一个木柄。好，那你会说啊，那我做这个细绳、快木材、延长，去哪里买？其实很多都是在这里哈。它这边有很多材料商，你要注意哈，有很多材料商。那有很多是在这边买，杂货店。好，杂货店这边。好，比如说快木材买20个。好。然后刚刚做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家业生产哈，生产材料。好，比如说我们做材饰品好了，快木材、细绳跟延长，好，细绳跟延长。那这边可以买到延长，好，延长。好，那刚刚快木材有买了吗？快木材好，380。那细绳去哪里买呢？细绳就不是这里哈。你要做生产，你可能要熟悉这里他们有卖什么东西啊？看一下，好，这边有卖东西。好，这边有卖东西，卖很多材料啊，好，卖很多材料。好，那你就要去找啊，要去找。好，卖很多材料。你需要什么材料，你就在这边去找。好，那像这边，电有什么电？好，没有。我记得以前可以买到哎。啊，这不是。这边没有细绳，假装材料。好，就有很多材料哈。如果你要去做东西的，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材料哪里买哈。那如果你买不到，或者是懒得找哈。好，你看，好，这边有很多材料是可以买的哈。所以他们说啊，拉电，哦，对，拉电就可以拉电。那如果拉不了电，就是要自己做哈。有生产材料，然后细绳，好，麻跟水。那像刚刚我是要买细绳买不到，我就好要再发。你看啦，有些材料它是要在特定的装备旁边做，那我们就找装备在这边，好，这边。南纺店，这南纺店啊，这不是那个纺织店，纺织店在哪里？纺织店在这边吗？这里？不是哦，纺织店在哪里？纺织店在哪里呀？纺织机在这里吗？在这里，好，来，你看啦，这里木棉店里面就有卖细绳，你们看到？这个断片筒还在卖啊，这以前的东西居然现在在卖，这已经没有了啦，这已经没有在收集了，还在卖大筒细绳180。好，那我们要做这个生产，注意看好这里，材料，材饰品。你看啦，产饰品那就不用装备了，它就不用装备。
好，那就不用装备。好，那就不用装备。这样会有经验值哈，还有贡献度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奥义锁，可以，可以用奥义锁哈。满了，满了怎么办？满了我们就把它冲一下哈。通常是上级的材料啊，上级快供材料，供完就有些是值钱的。好，像我们刚刚在这个机器旁边呢、啊，我们可以做点一下机器，然后它就可以生产这个，比如说细绳、麻布料，好，比如说麻布料，看到，好，细绳，好，因为它有的是要靠机器才可以做。那像有的东西的话，它是不用，它就直接生产就可以了，它直接生产就可以了，好，就不用靠机器这样子。有的是要靠道具，那没关系，它会告诉你。然后再来就是生产的时候啊，其实它也是有奥义可以用的，好，比如说我们要奥义材料，在这里。然后这个奥义的游戏呢，就是说让相同的连在一起越多越好，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比如说这边444，那当然这个是能力的哈，能力可以装。比如说我在这边敲，点把这个敲掉，哎，就444，好，就连在一起，懂我意思吗？好，它就会共鸣，产生共鸣，啊，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数值。像这位试试，那55连在一起，好，55连在一起，22连在一起，好，那这边就没有用了哈，没有用就把它随便敲，好，随便敲，好，那它就会，譬如说提高生产量啊，或者提高生产的品质啊，六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生产哈。如果我们刚刚没用奥义的话，我们一般是生产四个，同样一个动作，同样的材料，我们是生产四个。可是像刚刚有用奥义的话，或者是有其他技能，像我其他技能，就是你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他自己，你的等级升得越高，你的潜在，你的潜在，他就会给你更好的条件，让你比如说我做的时候多一点啊。然后做的时候东西好一点啊，像这样子。那奥义这个游戏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要做好一点的装备，或者是做好一点的材料，多一点的材料，你就可以用奥义做。可是基本上还是要靠你的那个，这个要在直播机旁边。要靠你的等级啊，等级越高，几率越好，有生产啊，生产，材料为主啊，材料为主，啊，你看如果你的材料够多的话，就可以生产这些东西哈，什么经济低品质啊，那它有的材料是你要先做前面的，像你注意看磁铁矿。那这个磁铁矿就要靠矿工来采了。那这个东西其实都跟做装备有关，因为有些装备它需要这些材料，需要材料。好，你看上黑漆、上漆黑漆、上磷水、上神水、红神，好啊，这个东西就是采得到，那你只要去做红神就好了。好，你要去做红绳就好了，红绳就需要这些材料。那如果这些材料你可以用买的，好，比如说朱砂编成清水，好，就可以买得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就做一堆红绳。好，那红绳能不能买得到？有没有看到？没有，红绳是买不到的哈。红绳是买不到的。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观里面，你买不到的材料，它就会比较珍贵，
他买不到材料觉得比较珍贵，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哦。追加，我应该有红绳，还是画完了？上次有画掉。怎么啦？红绳啊、哦，我们拿一个出来就好了。你就到四十去查，好、哦，你就到四十去查黑市 O 七啊，哈 ，O 七的对 ，O 七的加，来，好、哦，商品搜寻，买进商品，重新输入主要条件锁持品，锁持品就可以了。来，红绳，搜寻，哦，你看啦。四十罐的有人在卖，四十九罐、五十罐、四百八十罐、五百罐、一千罐，看到有人在卖哈。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只要拉电拉不到的，拉不到的，就会有人在卖。那就是你可以用来赚钱的方式啊。当然，你要看哪些人在洗什么装备啊。有些人在洗装备，他很需要大量的海量的材料，当然大家可能自己做。有可能，好，自己搭电自己做，但是有些玩家可能会先看一下身上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呢？哈，有时候他可能就是搭电比较快，或搭黑市比较快这样子，啊，不会自己去做，自己做他个 packing 哈，浪费时间哈，那当然也就是给时间很多的人，有穷的人。那我现在，譬如说我那个一般的那一个不要了哈，电根，好，比如说我刚刚已经踩了，好，这个采集又踩了，好，这十四嘛踩了，那我能不能再换其他？比如说换个缝博好了，好，换个缝博，哦，2250，吓死我了，是坑钱呐、啊，啊，来看一下我们。你要记得啊，换一次架也就是要花钱了哈。啊，换回来风波了，哇，开就这几秒，换一次。好，那你的生产跟生产就 不一样哈，看到啊，生产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头部性能的东西，我要做帽子。比如说做一个这个鬼屋帽，哎，啊，好，点一下，啊，点一下，嗯，做个鬼屋帽，哦，生产，其实你点它也是可以啊，点它，点这个机器。还是点开起来，生产啊、哦，比如说头部、尾部帽，因为身上刚好有这些材料嘛，做一下。啊，看，就会给你个帽子，啊，有这样的数据啊什么的，然后再做一个。好，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帽子差在哪里啊？早收8385，把一些材料卖掉好了。卖掉木材啊，竹子啊，烟草，牙签。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做的这两顶尾屋帽差在哪里哈？你看，防御力9，防御力9。哦，这个家字哦，这个家伙，你看到啊、哦？其实会跑啊，哈、哦，其实会跑。其实会跑，数据会跑。好，那我们再看能不能再做一次哈。大家缺什么？尾屋帽。看一下麻布料，我买个麻布料好了。麻布料20个。好，我们这次用奥义来做好不好？哎，这个没有奥义啊。你奥义吗？看一下，下一页，生产啊，没有奥义啊，啊，没有奥义啊，没有奥义就不行。
为什么没有阿姨？好，那些你就可以这样啊，去洗啊，去洗，去做，这样做，做做我做，好。做一堆威武帽，哎，你看，好，好，那数据会跳98999，好。那呢，到这边呢，好，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啊，随身舱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做一件文博，我们做一个法式。簪子，哇，这个金饰品买得到吗？金饰品，这个法式，好，没关系，我们先看项链性能装备。哦，这个可以做项链，紫水晶饰玉，这个就要靠买。这是做出来的哈，这是做出来的。好，所以你要找紫水晶饰玉是谁做的哈？金是否可以买？紫水晶饰玉我应该没有啦。紫水晶饰应该是像做项链来做出来。应该没有紫水晶饰玉，啊，没有这种东西啊。那怎么做呢？做给大家看一下啊。像我们缺紫水晶饰玉嘛，那你就是去这个 O7 啊，哈，画五个。有时候在你做东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做什么比较赚钱啊？比如说我要商品搜寻、买进、主要条件，做紫水晶，紫水晶。好，部分一致，搜寻，你们看到？哇，这个黑点啊，你们看到？紫水晶矿，紫水晶矿，你一个在卖五，卖千罐啊！其实我也是角色有啊，还有紫水晶矿啊，你就采紫水晶来卖就好。然后更好、更可怕的这个哈，你们看到从58000到12000哈，跟12000哈，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你看哈，成本多高啊？看。生产，我们如果要生产一个项链啊，项链，你看，它成本就光成本啊，哈，光这个成本，紫水晶饰玉一个就10000多了哈，就10000多了哈。那如果你看，如果你不自己做啊，你不自己做，你就要花那么多的成本哈。没有紫水晶，哇，紫水晶那么好卖啊，真是的。我靠，你那是黑点的哈，所以要做之前你自己要先评估一下哈。好，金饰品，金饰品是金饰品，好像不是做出来的吧？这个是工匠的东西啊，哈，这个工匠。好，金饰品，我来查一下哈，金饰品。重新输入，金饰，好，部分一致啊，好，用部分一致，没有，哎呦，那个东西没有人做哎、欸，那个东西没有人做，所以
今我用今早就好了。金饰品，金饰。没有人做，果然，没人做啦，也没人买。那拉电呢？电可能也没有哦，电也可能没有。如果有就好了啦，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哦，没有。我靠！没有啊，哈，没有。所以呢，所以那个就知道怎么做的人才知道怎么做的了。那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GIA再变更一下呢？我记得有项链的哈，我们把伐木换掉。啊，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炼木师强化神速器，盔饰锻炼特耳饰装。头装备，有时候要找哎、欸，我就跟你讲哦，这个做手套的哈、哦，头装手套装备，功效，啊、哦，钥匙，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哦，看一下哈，啊，2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价业的价业哈，价业价业状况，价业状况。这个我好像也是没有升级啊，数七折没有。好，来看一下它可以做什么哈。哇，哇，哇，茶点还可以做茶，军学书。哇，军学书哎，反正我也不知道这军学书是从哪里来啊。哎呀，草本啊，染发框装饰，盔饰。哦，它是盔饰是可以做的哎，哦，盔饰是可以做的哈。然后茶器性能装备，哦，哇，这个职业绝对没有来做啊。认不让你折啊！绘画这个可以带在身上的绘画，像这个深红之羽金素帛，那梦想天想图用在哪里的？就在这里哈，这个，好，这个了，应该是这个，好，这个，我们用兵法书啊，啊，不是皮，这个可以装土，好，可以装土。他现在没有装了、啊，哇！那这个家业，这个家业没有人，不让你用呢。这个家业不让你用啊，他只有生产军学书，可军学书不好生产啊，化妆也没有用啊。这些我2000多罐白花了哈。好，变干，啊，这个没有用哈。医生，啊，会做药的，研磨师，啊，装备强化护理师，跟镀混材料，啊，家具工量可以做家具跟包包的，来，我们把它换成研磨师。好，今天就到这里哈，价业哈。换来换去啊，花钱，也花了快10000罐了。好，你看可以金炼成啊，显金炼成，凤金炼成。以前显金很值钱啊，后来就是因为很好拿哈，用不完哈。那材料哦，这边是合成材。护理师哈，然后镀混材料哦，可以做到加六啊，加六，加六可以用加五，然后用
溶解剂跟合成才把它合成加硫这样子，可是基本上打得到啦，也不至于、哦、不至于去。那会装这个的话，大部分都是用来生产磨灰金是什么呢？磨灰金12就是它可以让你保证不爆掉的材料、哦、然后做石头。那我们再开另外开一篇来讲做石头啦、哦、就这样子。好，那大概架叶就这样子，架叶跟生产跟这个做装备哈，是有共同之处的哈。那你要记得哈，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帽子，应该还在吧？哎、欸，没有了吗？这里哈，我们做了一个装备啊，我们做了一个装备啊，做了一个装备，比如说头部型的装备啊，头部型的，好，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小乌帽好了，好，做一个小乌帽好了，你们看到它有一个锻炼纸扇哈，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入魂啊哈。它、啊、入魂怎么入？在这里哈、哦，架叶，好、哦、这边，装备强化，你看装备强化在这边呢、啊、哈、哦，好，防具增加护卫师，啊、哦，或者是比如说，哎、欸，防具增加护卫师，哦，这个没有装护卫师，哎、欸，小乌帽啊、哦，没有洞不能装护卫师啊，要有洞的哈、啊，那有没有洞？你要从做的时候去看，呵呵做不能啊，好了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哎、我们来看一下哈，头部洞从这边看呐、啊，好船型，还要做到船型呢、欸，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啊？银箔胶树丝绸编绳银皮革，银箔胶树丝绸。银箔去哪里买啊？银箔叫树丝，银箔在这边哈、啊，银箔啊，银箔啊，做一个给大家看，银箔叫什么？银箔哈、啊，五个胶，然后呢还有什么？树丝绸吗？银箔胶树丝绸，哎呦，树丝绸没有哎、欸，我的错塞，我的是爱者哈，忘记哈，我无哈，银箔胶树丝绸来，哦，原来树丝绸没有那个了哈，没有人做了哈，是，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哈。生产，好，我们来个头啊哈。你如果要入魂，要入石头两个洞哈，来看一下。好，两个洞，要两个洞。好，然后两个洞啊，编绳硬平格。那如果买得到，你看啊，编绳，好有好。啊，硬皮革没有？没有硬皮革，没有硬皮革啊，没有硬皮革，没有硬皮革。跟大家讲，有些东西是买不到的，没有硬皮革。这有，好，好，可以哈。那如果你拉电的话，你要计算成本哈。来，啊，生产，你可以做很多个啦哈，不一定要做一个而已，做一个，来，做一个，好。哇，好。然后锻炼值没满之前呢，你可以做两个动作，一个叫做锻炼，好，锻炼的话它的防御力会拉高，哦，锻炼它的防御力会拉高。那如果你不要锻炼呢，锻炼在这边锻炼，好，
五句锻炼嘛，你锻炼他的那个锻炼值会拉高，就是那个锻炼值会拉高，然后他防御力会拉高。那如果说你今天不要锻炼，你要入魂，那你就要先取一个，好，完成。你身上带这个东西啊，入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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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在哪里？入魂香，入魂香，入魂香。好，材料盒在这边哦，带有三四五六，啊，满的啦，好，卖掉的东西哈，卖掉的东西，把水清，把水卖掉，蚕丝笔卖掉，不会错卖掉，细绳卖掉。麻布料卖掉，硬皮革麻卖掉，竹卖掉，怎么那么多垃圾啊？好，好，你身上带落魂石啊，哈，落魂石，把落魂石开过来哈。哎，好，那通常落魂石的话呢，它会有几率问题啊，所以。你要记得，如果录得太，这个是有技巧的啦。可是，气啊气，因为越好的材料哦，越容易一塞就爆。然后还有跟大家讲一下哈，你要做装备或者是洗装备哈，你身上一定要，第一你要吃药哦，高灵巧的药。它关键素质是在灵巧跟魅力，那身上最好不要穿这种一般战斗装，你穿工匠装，穿工匠装会好一点。好，穿工匠，可是我现在身上是塞满东西啦，我不会用这支来做啊，因为这支做我可能会塞爆了。那如果你真的要应急用，有一个方式啊，就是你开一个加成起来，对不对？开加成起来。然后你把这个加成啊的数据啊，加成收敛这个，好，好，灵巧加高，魅力加高，好，然后跟它击败，啊，那好歹你的灵巧可以拉高一点，哈，到900了，哈，那再吃个药50，哎，好，吃个药，好，好像有药哎，有人送我药。这个老玩家送我药，感谢啊。啊，药在哪里？吃一颗药。药、哦哦、这个九光仙这个。其实药也是很珍贵啊，现在药也是人家两倍在卖啊、哦。来吃一下。好、哦哦、900料。960，然后入魂呢，就在这里哈，装备强化，好，防具入魂，好，防具入魂，还有一个宝玉，好，那我们现在玩这个哈，防具入魂哈，防具入魂，小巫帽，冠冕。这个是两个洞的吧？好，看一下哈，它的这个锻炼值越低越好了，这是没关系，我们就玩一下哈。蛋白石一次，哎，120啊。正常来讲，这个数据哈，这个数据啊是会跳的，不是120加120就120就240哈，有时候会255哈，或者说更低哈。那当然，你这个锻炼啊，能够三度是最好的啦哈。像刚刚那个四已经有点浪费哈。通常我们装备不会留四啊，大概要三以下或零啊，零我们才留啊，断零我们才留。再来一次，哎，两路了，难道可以四路啊？哇，赚到了哈，240哈，赚到了哈。那可能是因为低阶的东西啊，用高阶在做。
个大植物了哈，还可以再一路哈。那像这个断岭啊，这个如果你拿去锻造哈，它可以增加防御力哈。那我们通常就是拼山路了哈，拼山路。好，那就是这样子，基本的240120这样子，好，240120。那我们来讲富裕石啊，这个可以用做出来的石头去晒。那因为现在有蜜石嘛，我们晒给大家看哦，晒蜜石就好了啊、哦。那蜜石这里有蜜石，蜜石。哎，好像不行晒耶，剩160，没来，不能晒哈、哦。好，没关系，我们来试看看哈、哦，那个。这个能不能晒它啊？我知道是不够不能晒啊，哈，够应该可以晒啊。你要注意看哈，你看我这个是生气180啊，自娱留意哈，传行乌毛，看到哈，晒进去，好，跟大家讲一下哈，如果你晒了神秘石是不能交易的哈，就不能拿去卖了。那如果你今天要卖的话，你就要用我们自己做的石头去晒。好，我们自己做的石头去晒。那要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一颗好的蜜石，你要让人家去晒，你就把它丢进去蜂王富裕石里面去。好，然后我们就卖装备就好了。然后对方自己去筛，他可以用凤凰富裕石筛。那如果我们有好的这个蜜石，我们筛进来凤凰富裕石，他就可以拿去筛在那个自己的买的装备上面。那如果说你自己要做，好像我们譬如说我们入魂刚入完的嘛，那你自己有装备，你要入石头，你就可以用。比如说神秘石去装，可是装了就不能卖了，要记得这一点。那刚刚讲就是说，刚刚不是有那个树枝吗？对，刚刚那个树枝，我们用一个好这个好了，好这里装备强化。入魂石入完了嘛？好，入魂石入完了，好，那我们就可以来入密室。好，入密室，你就挑一个密室等级有很多了哈。那香港我们不是没有到255嘛？好，没有到255。那如果说我用这个，好，就可以直接塞到这个里面去。好，能看到？噔噔噔，富裕值对255，能力是170。就是说你的富裕能力值都是在170左右，那生命跟气是正负25，来看啊，哇，你们看到，好浪费，好浪费哦，好，那刚刚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装备是9。也就是说，你要用的密室的价值至少要9，至少要9。那我们刚刚删的是40啊，浪费哈，没关系啊，浪费。这么强的乌帽应该现在主要是升级升得快啦，不然这个东西还真的会抢手啊。如果可以卖的话，还真是抢手啊。你看，25啊，卖9的157啊。然后再来这个宝玉啊，好，宝玉就是要塞宝玉，那我们另外到时候再教。那宝玉也会有两个洞。好，那这一件怎么办呢？这一件我们这是示范了哈，来就到这里哈，那个采集啊，做装备啊，入魂啊，刚才表现了三路哈。然后把这个装备卖掉，会不会卖比较贵一点？卖，这个帽子啊，帽子，小乌帽，
你们看这个传奇文化是不能卖的，不能卖呀！我靠，他居然不让我卖，只能丢吗？可以捐吗？好，去看一下能不能捐。哎，为什么不可以卖啊？我们看能不能，有些装备是可以捐的哈，你可以来这边捐，捐可以赚名声哈，还可以拿那个什么白抢那个白地符啊。来看一下能不能捐啊？捐给朝廷，哎，还可以捐吗？哎，看这里，可不可以捐？哎，可以捐呢。哦，这个等级的东西可以捐呢，哈。捐，哇，430，哎，不错呢。哎，可以捐呢，哈。有些东西是可以捐，有些东西是不行，所以你要试一下，哦，试一下。有些东西是可以捐的哦，密室是可以捐的，密室是可以捐的，好，密室是可以捐的，好，比如这个把它捐掉，好，密室是可以捐的哦，你看啦，24444，好，好，好的，如果你身上的装备太多啊，或者是有些像这个好像也是可以捐的哦。戒指啊，这些都可以捐。护符我不知道啊，材料不行。捐，啊，都可以捐。啊，你可以塞石头也可以啦，所以很多方式啦，拆石头捐，啊。很多东西可以做、哦、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啊。采集嫁业，好、哦，入魂，入魂也弄了哈、哦，三入，到时候入魂我再另外开一个啦。就是有做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洗装备的时候，洗装备的时候，对。那刚好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材料呢是买不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发财，就找到做的方式，把它丢上去市场去卖，好，这就是一个发财的方式，这样子。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会有我们最新的影片，然后这个也可以赞助我们自媒体的打赏哈。欢迎来到信长，我是老郭，谢谢收看哈。